朋友们大家好，大波奇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点赞，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古代青楼女子的行内话，如今变成人们的口头禅，天天挂嘴边，你有没有也在说呢？封建社会的女子一般作为男人的附庸，过的日子也是有好有坏，如果有幸嫁给一个较好的人家，那么以后的日子估计会过得不错，如果嫁的婆家对自己不好，估计以后的日子就要比较的凄惨，那么这时候入了娼妓业就成了部分女子的选择。在现代虽然这个行业为我们所不齿，但是在古代这是一份正经的行业，在青楼女子口中流传出来的很多行内话最终成为了我们现在的口头禅。第一个就是跳槽，我们一般在对工作岗位不满意的时候选择离开自己现在的岗位，这就叫做跳槽。那么在古代青楼，跳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那时候的跳槽指的是客人对青楼女子不满意，然后进行换人，这时候就叫做跳槽。虽然都是不满意，但是所面对的对象还是有区别。第二个就是出局，这个多半是用在玩游戏输的人无法进行再次游玩，所以说是出局。但是在古代青楼并不是这个意思，青楼的意思是富贵人家带几个女子出去过几天，这叫做出局，也就是外包服务。其实词语在经过不断的演变之后，每个词语在不同的年代都有不同的意思，谁又知道这两个词语在多少年之后又会变成什么意思呢？好了，本期大波奇皇朝秘史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欢迎在大波奇皇朝秘史下方点赞留言，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咱们下期再见。